你别说，这个活还挺有意思啊。小时候玩泥巴，哇，一个一个准。来吧，喂，本质上都是干活。对，16年前咱俩在台上，一人拿着自己的麦在那唱。我期待梦想奔跑不倒带 Superboy， 我出卖也是干活。对，16年后咱俩蹲这儿，对，在这补墙是吧，补砖，对，填泥吧，这些也是干活，都是干活，本质上是吧，是，主要是去得投入，然后去从过程中有所收获，是，然后有所体会，我觉得就可以了。是的。